Go Thunder。不会。哇，都被打败了。没有啦，这一只还没有被打败，只是他写了啦，打败了。没办法，他要选库鲁果，因为他也没有。库鲁果厉害啊。库鲁果啦，库鲁果是第一只被打败。真的。黄金喵这边太强了。对，没有，因为他选的等级太高了。14等。对，他可能只有两级而已。他要选用的啦。你的是几级啊？我看一下。上面有写二，对呀，你二对四的话，你会是看库鲁果，然后要不要选这个乐龙？然后你要选我呀？那这张是库鲁果吗？对，好了，至少不是暖暖家了。有卡片哦。对啊，会掉卡下来。小朋友才会很想要玩。哇！哇，是一个这一张低头的。哇！我有抓到他。那你帮我教他玩吧。好，我教他玩。但是不。哇！你们要走了哈。不行不行，这就是你的名字啦。对，你帮他让他自己的一张。用一张就好了。没有，因为他的卡如果接他的话。好啊，要打自己的英文名。对，你可以自己打自己的英文名。不是啦，按一下好按摩的。One player。好，吴心意先用吉胖喵还是用什么喵？